嗱，今日肥夫哥就係體育西食呢間嘢，犀利啦！聽講喺光節湖啊，非常之咁火爆嘅，今晚包你食個嗨嗨聲啊！嗱，嗱，多報多報，蟹三寶，睇睇睇睇，唉，忙到爆啊！仲要等啊過嚟，所以人哋講呢間嘢咧喺南京啊排曬大隊就咁嘅原因。坐先啦，你嘅，你好。哦，李咩嗱，哦，好的，呢个系黄金鸡首创嘅喎，呢个加份牛丸啦，仲有咁好添，面嘅呢个要，整个蟹粉春卷脆脆地试试佢啦，佢全部都系有关乎到蟹粉喺度，唔知佢真系叫蟹三宝，全部都系蟹嚟嘅。阿雷今日遇到对手喎，佢系睇小我啊，唔遇到对手啊，喺度。这是面是吧？对，是的。这里这么多蟹黄要多少颗和蟹才有啊？八到十一。就直接拌下去就可以吃了。蟹黄倒进来，然后再加点蟹柱，您觉得青花就加一点，哦，加半成盐就可以了。但是这么少面我不够吃的哦。可以免费续的。免费续。米饭也可以。那这个呢？啊，这个就没办法。蟹黄煎鸡。不，悭啲啦咁就，唔好倒晒落去啦。我哋啲悭啲嘅悭俾啲嘅少少先至嘅咩环境先。咁多样海鲜食物里面啦，我真係最撚憎食蟹嘅，因为要剥壳，我真係最憎嘅。但係佢呢度全部同我搞晒啲肉同埋啲煲出嚟，咁就唔同咁讲法啦。哇，好大喎，唔使摸㗎嘛。哇，好鮮味喎，聞落去先。佢俾我最大嘅感覺，真係成口蟹味喎，而家真係唔係講笑。個面係硬硬地，好煎爆嗰種感覺。佢拜神嘅咩？咩嚟㗎？醋。免费得面啊！好啱品咯碗面，我咁多喺度，哇！悭住啊！蟹黄都得，真系太睇小我啦！汤汁同捞饭俾我玩啊！真系，就睇呢一啖就得啦，几靓啊！肉又见到佢好靓啊，真系。呢、這個雞聽講係首創嘅喎，蟹同雞蟹雞煲我哋好耐冇食啦，好耐未揾過。我都係守舊啊！去去唔好浪費啊！真係啱玩啊！睇住我轉頭嚟啦 ，Baby， 加二個咩二個飯俾我。好的，收你啦。啱啱個前菜食咗一個面一個飯，咁嘅體驗嚟講係鮮嘅，但對於我嚟講咧就鮮淡嘅多少，鮮淡好啲，而家辣椒醬可能唔好話兩三個面，四五個面都過曬嘅，又見到香口嘢，又想試試嘅。哦，好好，嗯。咦，我都演緊人啊，蟹粉春卷，哦，家姐你都可以啦。唔好走咗入面，样样都要整呢个。你食呢个面咧，佢有少少韧劲，喺个口里面可以嚼下嚼下，再慢慢去感受到嗰种蟹嘅鲜味。嗯。我呢啲我又唔好似你咁酷啊！乜啦鸡脚？呢个鸡脚叫做酱香鸡爪。我哋第一日食咗唔中唔止嘅。玩摇滚嘅嘛只鸡。美女啊，刚刚加了一个咩？谢谢啊！我哋加咗第四个系嘛？第五个。我只凤爪嚟，唔好话你急啫嘛。哇！不過呢個湯底先正啊，寶物陳雞底啊，鮮得曬咯。不過雞湯嚟煲呢啲蟹煲真係好好香我味。呢個面真係我成世都食過最貴嘅一啖面嚟嘅，唔係講粉煎最多影粉絲多集，三份，我有六份喎，刷新紀錄啊！是啊，皮膚膽膽嘅，唔使下班咯，多謝你記得關注我啊！嗱，上次食完嗰個生炸米粉之後咧，我日日都想嗦粉嘅，
咁所以今日咧就嚟到番禺橋南呢邊咧，去揾一間老友粉去梳梳佢。好，嗱，多寶多寶，爽娃娃街未貴，劉友粉，請請請。咩老友粉？老友粉有什麼在裡面的老闆？泡椒牛肉。泡椒牛肉很辣的。哦，那就好哦，这个好哦，那样样。耶，两个老友粉。找个肥肠炒的桂林粉，给多个青菜粉，就这样。咁头奶噶嘛，人哋食螺蛳粉，好有礼貌嘅，好脆弱的嘅。啊，这个酸笋是做自己腌的是吧？啊，这个油，捞的还是烫的是吧？哦，帮我放多点冬天酸豆角啊，谢谢你。这个是啥？牛肉啊，哦，牛肉，泡椒炒的，哦，泡椒炒，哦，辣就是这个辣是吧？这个看起来很开胃，我这个看起来。老板，我那里也加个卤蛋。啊，老板的手啊，一样的，你不动我是大的料，大的，以前嘛，我是正经，我是过来买的，一定同意去拿的。啊，牛肉啊，我泡椒炒牛肉，你睇下嚿泡椒几大嚿，哇，呢嚿真系，呢嚿近啊，呢嚿真系近啊，今年再加有鲜笋，呢啲系必备嘅，捞落去先，唔捞我觉得冇味嘅，真系要捞落去。好，谢谢，都是炒的，是吧？西炒料，对，炒的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那就我来炒呀，你看我哇！眼女依埋，你就睇落去辣嘅，阿水落盘啊，好辣，会唔会系咁追住我食嘅？我先，哇，好脆喎呢个，我呢条蜗出嚟，佢咁脆嗰种好爽。得，炒椒炒牛肉啦，呢个就啱，一个食得你平一嚟嘅。好，我又唔会落去。辣唔好食，酸笋，啲鲜辣我都好食，几多面？呢辣椒油啊嘛，我今日中午食咗一盘辣椒，你睇唔睇到？一食到佢啲味咧，就想食鸡血，就算几辣都仲想连汤都饮埋嘅呢嘢。哇，嗰啲鱼都好瘦嘅，好薄薄嘅啲鱼咁样，都系夹唔到，听我教嚟嘅。好啦，你真系唔得噶。好卵好镬气啊！香到爆，可以吸入啲鼻腔啊！真系好卵系。要听到啫。我都算准了喎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嗯。食就食得多，饮就饮得多。呢个新台词嚟噶，我觉得系。打我哋啊！一啖我煮得晒佢。唔该。有一百多，那个粉是多少钱呢？嗯。哦。第一次食桂林，我都食到咁高端喎，102，皮膚淡，咖喱，唔使行翻。唔得挂住我啊！